日本的药妆店就出晒名多筍货，而香港同类型的 drugstore 亦都有好多连专业化妆师都用的口码，600蚊都唔使就可以买晒全套化妆品啦。整个妆只是花了597元，用闪粉打造好像星夜般的眼妆，成熟又性感，绝对可以出席一些荒芜的 party。 买单522元，这个妆就偏向活泼和可爱，平日用来上班都可以，穿条猪片裙就可以去 party 了。